大家好，我系 C2C 义工团嘅 Tony， 喺我身边咧有 Charles 啦，啱啱咧比赛完啦，咁佢嘅题目系太空旅游，问一问佢先，你自己中唔中意太空旅游咧？Hello， 我系 Tony， 我系 Charles 啦，咁我其实我自己都中意太空旅游嘅，因为其实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咧，有机会去到太空嘅话，咁而家亦都系即系世界冇人可以做到嘢啦，咁如果真系有机会咧，我都好希望可以去到太空旅游嘅咁样。如果要你咧，頭先咧現場全翼太空旅遊，會唔會呢個題目咧對你有幫助？其實真係有嘅，因為自己細個都中意，譬如加入啲天文學會嗰啲嘢，咁其實都有一啲咁嘅經驗咁樣啦，都幾好，幾好嘅體驗嚟嘅，都有幫助其實。係啦，咁我都見到咧，都即係傳譯到你自己嘅意思啦。咁咧，而家比賽完啦，問一問你而家感想係點先？而家就放鬆咗些少啦，但係其實都一間仲有下一 round 嘅比賽嘅，咁亦都開心嘅，開心啦，同埋有緊張啦，因為開心就係、是、即係、完成咗一半啦，亦都見到咁多師兄師姐一齊即係比賽啦咁樣。咁而亦都緊張，因為其實仲有另一 part 要繼續咯咁樣。唔係啊，仲有另一 part， 咁加油啦 ，Charles！